物品栏搜索小鸡二字，我们就会发现只剩下了三只鸡，分别是惨叫鸡、战斗鸡和飞鸡，而普通小鸡它永远的消失了。有很多小伙伴说小鸡它离开了我们，不，它并没有离开，它发生了变异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在老版本曾经也见过这只可爱的普通小鸡，那么请为它点最后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曾经的老版本是有四只鸡的，而现在只有三只，分别是惨叫鸡、战斗鸡，还有红色的小鸡，它叫飞鸡。曾经在最中间的我们就是普通的小鸡，但是我们发现新版本更新以后，这只鸡它消失了。你手机表情包中最伤心的表情就是此时我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么它变异以后去了哪里？今天我和学姐发现，这就是变异以后的小鸡，它藏在了家园中，所以说它并没有消失，但是它的羽毛变得非常奇怪，而且它的血量也变成了999滴血。在我们收割它以后，它就会产生生鸡肉和鸡蛋，所以说迷你世界中的白色羽毛小鸡它并没有消失，它变异了，它藏匿在了家园中，你们知道了吗？